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哈、这个不等式组了、第一小题他是说当 k 等于二分之一的话，它的解是多少？我们接下来看哈、这个不等式组的解就是这三个哈、取交集啊。我们先把这两个取交集把它画出来，那个小一啊大于负一嘛，哦，这假设是一啊，它是负一。那再来，我们看第一小题，当 x 呢 k 等于二分之一的时候，这 x 的话哦 ，x 就小于多少呢？一减二分之一就是二分之一嘛。哦，那再跟这个取交集，二分之一大概在这里，二分之一。哦啊，再取交集的话就变成这个，所以就得到x 小于二分之一。啊，大于负一啊，这是第一小题，哦，第一小题啊。好，再我们看看呢，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他说 ，k 如果等于三的话 ，k 等于三的话，这个式子哈，就 x 小于多少？小于负二。那负二在哪里呢？负二在这里啊，哦，这里是负二嘛。啊，这个就没有交集啊，这一部分哈，就这一部分了哈。跟这部分的话没有重叠，哦，这个哈、跟这个没有重叠，这个时候就是无解，哦，无解了，哦，就是空集合了，哦，无解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呢，第三个 k 等于负二，等于负二带进去的话，这就是三嘛，就 x 哈小于三，那三的话就是在这里嘛，这三嘛，哦，那 x 小于三。啊，跟什么？跟 x 小于一大于负一取交集，那就是全部啊，就这一部分了、所以它 x 哈、它是小于一，啊大于负一啊。哦，这是第一小题、第二小题、第三小题。